大家好，其实我醒了一段时间，那晚点再讲。先，我们40分再开始，我再打一下气球。最近又是被气球绑架。这我的眼睛真的反应得很明显呢，我现在眼睛其实有点张不开。我天，怎么会这么的？也是啊。嗨，晴晰 ，Hello， 我们40分再开始，先来射一下气球，先来射射。这游戏 BGM 会太大声，会对不对？好，会。然后再调一下这游戏声音哈。设置音乐。它是有差哦，好的，开始。等一下啊、晚上好，欧元爸爸，该睡了哦，这有点晚哦。真的很爽啊！那现在声音呢？热气球超好玩，对不对？我那个什么迪士尼家不是出那个上市了吗？我想要不要买、真的很喜欢迪士尼的作品，可是又怕说买了之后没时间看。但是要想想，你看一个月270块，然后其实就等于是一张电影票啊。那它包年的话是2700，12个月2700，我觉得哇。要不要买呀、好心动哦！雨林，赶快休息，我要多喝水了。安安啊，好，我要开始打招呼喽。等下看到这个线出来的时候，以下我看到都打安安，好不好？好 ，Nico 吗？安安，木路尘安安，杨韵安安，子欣安安，韩浩源安安 ，JIL 看不到 ，IN 安安，野妙君安安，口英文真的很烦哎。Music， 我会念，抱歉。Mushin， 欧元爸爸安安，咪咪安安，柚子安安，节操安安。我最近有回去玩，有啊，有看你跟那个最最在玩啊。戴哲安安，小军安安 ，OAO 憨安安，疯了安安，憨憨安安，我双双安安，信安安，啊贤贤嘞，哎杰瑞，晴夕安安，真 ，Chen 真安安，安。那你明天起来跟我说，你确定我会睡吗？0315 Yumi 安安啊，肚子先跑了。
可以念木西木西 ，Muse 哦，木西安安，单推小西的信众中的音，你也太低了吧，安安 ，D E N Y E O H 安安，轩安安，好了，等这个打完大概还要再三分钟吧，现在在挂机。那挂机，我来听啵啵啵的声音吧。啵啵啵啵啵啵啵。救命！多谢。亚奈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好。哦，生活规律健康的教主又失踪了吗？早就失踪了，就打完疫苗就失踪了啊。木木哦，哦和睦相处的睦哦，我和你那木路吧，木木城，好木木城。本来有一个特别来宾。我不知道他下班了没？在诺音台的时候也被这么说。对啊，因为你后面挂着音饼啊。严格来说，现在真的是早安，超级早那种。对啊，过十二点了、欸。那。这个大概就是网络上看到的，大概六分钟左右结束一场。然后想说，前阵子其实都没有认真玩，然后那时候的点等级点数都超级少的。那最近是看到一些更新活动回来，然后角色也新增，就哦，好吧，回来玩。可他连线还是很卡，上次跟诺英玩的时候就卡卡的啊。好、啊、过了，过了，好了，啊，先关掉，怕等一下卡。也快一点，是啊，感觉新小猪没什么用处，哪有超好用的好不好？哎、欸，那个双刀跟和尚超好用的哎、欸。欸、和尚是旧的吧？双刀跟那个船长很好用、欸，哎，是你没有发挥它的价值吧？等一下，为什么动物？哦，好好好，我们回来了。这款叫不知道什么动物园。嗯，其实。这款勒它是像素的动物园嘛，我就蛮喜欢像素，跟养动物都很喜欢。再来重点是它是可以跟其他物种配种，就比如说你可以兔子跟老鼠配种，你可以养出一个耳朵大大然后尾巴圆圆的那个老鼠或兔子这样。我会极度尴尬或不多话哦，哎、欸、好，我去 call 一下这个特别来宾。他可能不会讲话啦，那、啊、你们可能讲话打招呼，晚安，嗯，讲安安，安，好，他等一下应该是极度声音会一直不见的人，嘿，嘿，那天其实要开台，我不是半夜有突袭过一次台吗？那时候说什么工作台，就是为了他开的。嗯，他三班压力大，然后心情不好，不要声音，我想说不好开台给你看好了，这样子。好，这位叫燕子，欸，所以我那时候不是有练只傲骨燕吗？还选母的，就是他，对，他叫燕子，他是隔壁菜渣台的观众，
然后就有次在菜渣的那个地心聊天聊天聊到就这样认识，对啊，有吗？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没有，我分享画面给你看好了。有吗？有有，来选肤色，左边应该是男生，右边是女生啊，白人。动物冤情，一万安凡心的这个你今天要睡啊，不能打中文，不给我打中文，他都有简体中文，不给我打中文。不行，就是不可以复制贴上。919，好。有谁？阿佑、安安、戴哲、安安、林轩，林轩打招呼过了。啊，凯瑟琳，投资人，新任务，访问管理处。嘿，我叫凯瑟琳，是动物园目前唯一一个投资人。你有时间来管理动物园吗？好嘞，听这个任务所有任务都会出现在这里，我相信你会有一些合理规则。建造一个色龙，然后嘞，不用建造一个色龙。我第一关就卡了啦。建造色龙，点击左键，使用缩放键，长按视野取消。啊，不是啊，要点什么？啊，这不是色龙吗？啊，白痴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。看懂了，不会是这样子吧？我又看不懂了。等一下，为什么混凝土草地？是这样子的哦。OK， 好的，好啊，我有个礼物给你。再来嘞，这个世界地图，访问澳大利亚，澳大利亚在哪？这里。好，安安。哎呀，上个月我们这儿的兔子意外的。变多不少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处理它。好的，好的，到动物园。要干嘛？你这个不是？怎么开张？可以命名吗？调整动物。绝育。怀孕，然后嘞，怎么开门？怎么开门？要我，要我，
燕子救我！怎么开？不是应该都点这个吗？营业时间八点，哦，这个啦，白痴哦，右下角谁看得到啦？哦，开门了，不行，我们这兔子要变大一点，有没有道路？有诶。那个五块钱啊！干不行，这想要消掉，怎么消？那个吗？你在偷笑？你在偷笑？大家早。安安，哎呦，白痴哦！楼挂台画图黑。什么？哦，感谢小牛的800块。你好，我是动物园的基金经理，代表我来给你拨款。如果今天前完成一个研究中心，我接下来10天给你比较。当动物这次计划中心，我们那字太多了啦，换一些路。好，好的，没钱呐、啊，不用。好，不咋办嘞。嗯，其实这个四川话超级小的，我现在点的很痛苦。练完魔力宝贝都知道，那种四川话有够小的。好的，想点。死亡是什么？会死哦！再点一次可以消，消啥？你是说瓷砖哦？这个吗？真的哎、欸！哦，有删除模式啊，白痴哦！要生小孩了，还有2天呢、欸，这里已经没有东西想看的了。添加物品，对，获得动物。小鸡，会不会太小啊？我虐鸡。获得动物，
来来来来来，交易。哦，一物一物吗？哦不，那先缓缓。那这可以变得更大吗？调整，改变形状。我只想养兔子，抱歉了。刚开幕就倒闭，就是我。雅思安安，小雪安安，嗯，最近都有来去偷听你唱歌。哎、欸，干，只养兔子错了吗？要怎么加水啊？会养。门票太贵了。哎呦，这时间出来开台你对吗 ？W， 这时间开台对吗？不是哦，我睡到十点起床哦。哎，等一下，啊、我的眼睛怎么变色了？好，办这个好了，嘿嘿。感谢雅思的500块，感谢感谢。没办法，我要赚一下那个鹦鹉的钱哦。我爸领养回来，结果这个时间点很冷。那我家的那个保暖灯好像又不够，所以赶快去补一些设备回来。我发现了一下，或许需要东西来喂养动物。没吃的话，导致饥饿，饥饿导致死亡。我想看超级中年中啊，食物储藏室。对，我刚刚在想，他怎么没有叫我该吃的。哦不，我想把这删掉了。删除模式啊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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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，哎、啊，这怎么删？辛苦啦，请你喝饮料。不会啦，感谢小雪，感谢感谢。哎、欸，不是不是，这怎么删？不是替强迫症的人着想吗？不用。哎呦！感谢小雪超级的，那个兔子移动的方式会太难 Q， 有。很嫩 Q 呢，繁殖。你看，它就是可以兔子在打包什么鬼东西的，伸一伸伸到会干嘛？看起来很高兴看到这儿建了一个新动物园，看起来有点手足无措吧？就让我们来给你建议吧，下次就不会这么大方了。你的动物喝不到水，进去接那个水池在啊。你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喂养照料动物。好、哦。哎、欸、没得选哦，没吃哦。完毕。没得选啊。水泵。水泵在哪？产业方便。不是。哎、欸。哦，啊，我这个盖错位置是不是？调整，不是不是，移动，哦，不是不是不是，等一下，很失控，画面很乱。不是不是，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，添加物品。一开始盖错地方了，白痴哦、喔！
看物品，水盆，对，然后嘞，销毁，好，哦，我的天，这叫赔钱动物园。这边干嘛？有金塔，有任务是不是？任务完成任务，还有什么？完成任务哦，赚钱在那边赚。如果你不雇用打扫卫生的乱尘扔垃圾，从售票处购，售票处这里有，哦。清洁工招募，好，这样是不是？画面不是很乱啊，是我很乱，我手足无措。有人吗？我应该要这样子打开还是不用开放工作？应该要这样对不对？对啊，这样吧。商店，不用。不用，可以转向吗？不行。呀，为什么出现叉叉？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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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看不看。这边为什么出现叉叉？员工。哎，我不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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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所有部门平均这样子吗？哎。对啊，我们在管游客的啊，我只想我的兔子不要饿死就好。干嘛？左丢的狗狗？哦，我那时候看到这个超好笑的，左丢的狗狗，把它扮成狮子，还是你要帮它张贴广告？你觉得这个很恶趣味，把狗狗扮成狮子，你们会怎么选？好，来哦，开投票。这安家动物有没有？狗狗要怎么独自扮狮子？找回主人。来哦！辛苦了 ，Tilda， 我明天要上班。感谢贤贤的哦，晚安晚安，感谢贤贤的200块。然后脚麻了，我脚麻了。来，让你们投。哦，对，我家在下大雨，所以会听到杂音的话，可能就是我家那边。对。然后我听不到游戏音效啦。那个投票到十，几分？八分哦，吃个面。开完投票后怎么感觉爆麦了？会爆吗？我看一下哦。没有啊，有爆吗？难怪有电子音的爆，下雨啦，不是爆麦啦，下雨。
好了，看一下投票哈。那你们这群没有良心的人。你的选择至关重要，你做过的道德选择过的影响会影响你能使用建筑和行动，并可能影响到某些人的行为，请做出明智的选择吧。你们看吧，没事啦。狗狗在哪里？多人叉叉管理商店。因为没有员工吗？好，一位饲养员被挡住了，检查一下储藏室和所有动物是否有一条通道。嗯，哪里被挡住了？不是啊，自己不会走路啊。哎，不行哎，我发现我不适合当动物园的人哎，我觉得要倒了哎，怎么想啊你们？感谢小黑的170块，感谢感谢。哎，不是，你说太贵是不是？5块钱呢、欸，不然今天免费好了啦。员工数量，哦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查看有有，就你了就你了就你了，我不管你怎样，好，雇用了是。哎，有人被骗进来了，完成，咚，来看一下什么东西。哎，这是研究室吗？研究，这里是研究屏幕研究中心的员工不知倦怠的工作，啊，赚取研究点数，你可以研究，看研究什么。哦，天赋系统哦，你可以通过预览重要建筑物，以奖励来解锁所需物品。选择左侧的研究盒。好嘞，这样。哦，他跟你讲说点在哪里哦。哦。啊，研究个车，车车。好了，哦，小兔子，还太小不能怀孕，哎呀，不是一直叉叉是为什么？是不是员工不够多？不行啊，你们这小七啊，你们，哦。看一下哦，清洁员工电哦，这还要我教一个人当两个人用啊？哎，不是，我是不是不能招聘员工了啊？我还有吉祥物啊。对啊，店主有两个啦，啊怎么？是因为这个吗？不是啊，找不回主人他会伤心耶。啊，没办法啊。等一下啦，啊那只狗狗会在哪里啊？不是，所以那只狗有在我这边吗？
然后哦，水泵在这里啦，什么东西需要更多空间或一个有一个或多个容色过度拥挤，如果很重要的啊，这空间不够大是不是啊？长颈鹿垃圾桶，我、哦、不行，都好想买哦。在干嘛？木牌。这叉叉是什么意思？哎呀，完了，这游戏怎么那么好玩呢？哦，哦，在这里哦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不是，这叉叉是什么意思？等一下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以为你会跟他们住在一起耶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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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。平均寿命。是不是因为这边被挡住啊？动物，你可不可以换位置？安乐死！哦，他吃什么？哦，怎么办？我觉得不能盖这边。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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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一下，这只狗也没有水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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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知道要干嘛了。嗯，添加物品。对。你现在把我太小了。我好对不起这只狗狗，我太小了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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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。啊！移动门。好了，这里啦。我好对不起他。对，我有发现应该不是热狗的店。嗯，狗狗对不起。哎，我笑得好热哦。但都你们啦。太死人了吧，这时间睡醒哦，有什么办法、啊、可是他长椅可不可以调位置装饰椅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那这里这边叫做确诊区啊，这边自己注意一下距离啊，我确诊我不管啊。海企鹅，对耶，没有厕所耶。啊，都命都变好了。厕所盖哪里呀、啊？好了，这里啦。我这个时间开台太神了吧？还好吧？可以的。木兰，
这是大便吗？你决定躺回去睡，晚安。有新的变种是吗？你的动物园里有一个贝克，有二会有贝克，找到他们与他们互动啊！我没兴趣哎，这个吗 ？A 是商人，购买动物，没有钱，我要举报你！卖那么贵，欠举报。欸，结果他超好的，他有卖东西耶，我还把他举报掉，天哪！干脆把土地都填满成地砖了。要钱，那个要钱，雅思要钱。那这谁删掉吗？可以耶。整栋墙删掉啊鸭嘴魔就是马来魔跟鸭嘴兽啊，我不是说这个游戏可以杂交来，我们开始布置我们的公园啊，宝可梦中心。哦，好丑，真的要这样子玩吗？狮子狗没有吧，走，我们去领养小鸡鹅啊，要把等，我会不会交易完之后没有母兔啊？哎呦喂，可是刚生出来的，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，可以跟你换狗吗？多好的兔窝，欸，我原本以为这些兔子可以改名字，欸，就拿来取你们的名字。消耗更少的体力。等一下，这个怎么会有狗在叫？不应该是狮子在叫吗？啊，是有多贵啦！饲养员区分，你的动物园饲养员的效率很低，这样会导致不好养动物。你可以通过饲养员为他们指派工作。哦，我好像知道干嘛的，要烤腰啊，饲养员饲养，指派干嘛？选择一个饲养员的工作状态。啥？你一定发现最近有许多国外的投资者来到社区，都是要归功于我们的动物园生日。当人们抵达机场后，直接坐上前往公交车。哦，
安安安安安安。哦哦哦哦，这什么？这什么？然后把门关起来，不是可以这样子玩吗？紫派吗？选择色龙，色龙二，这样子，看那吗？搞什么任务？干嘛？你们在干嘛？哦，他想做事情哦，很无聊是不是？娱乐有没有娱乐？去厕所玩他、啊。产业商店没有东西可以玩了啊！如果觉得无聊，我也没办法、啊。看兔子不好吗？怎么办？爸不会布置咯。你真的很饿，去吃东西。建造啊，就真的很烦。垃圾桶就是在这边，他、啊、就硬要丢在这边。地铁设施，哎、欸，我的道德是负的啦！哎呀，道德奖金，哎、欸，负的好像也不错哎、欸。你看，负的可以解锁到这些东西。好啦，我们来做一些违规的吧。好，艾娜，拜拜。你需要更多的兔兔，我想要啊、哦，四只了，妈的，给我生！我会好好照顾你们的。好吗？你们好好的生。有什么可以玩啊？是蛇吧？不行，我们只能养兔子，这是坚持。还想养鸡呀？今天的利润哇，那群观光客好棒哦！购买土地。恭喜。打上去带你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呵，要去哪买东西？乐图，什么乐？哦，白痴哦。不养其他人换不了种吗？我知道。有什么可以玩？繁殖。啊吧吧吧吧吧吧吧啊吧吧吧吧吧吧吧。再次再次。研究。
好，下一个就这个了，繁殖中心。这是怎么了？娱乐设施。哦，对耶，添加物，娱乐设施，好啦，给你，来，这边有纸球哦，哦，好棒哦！吃不起，我看到口就觉得想道歉，太小了啦！有吗？你们有没有很幸福啊？有没有幸福的感觉？哦，他又要生了，他又要生了。营养？为什么你们营养？嗯，就算动物吃的够多，如果食物，为什么？不是的。呵？等一下哦，补偿室。啊，什么意思？哦，即将吃完了哦。嗯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要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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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啊，剩余51天啊。已经有我需要的一切了呢、欸、还是我可以购买什么？看一下啊，研究种子，种子相关的接受不了。那是啥？调整色龙？不是不是不是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添加娱乐。来哦。他们只有稻草的部分吧？没办法、啊，就。完了，我就下次不会再玩这款游戏，我好混乱哦。等等到我去研究吧。没有，那不是就吃甘草，反正就是要吃。那怎么添加嘛？哦，这个哦，白痴哦。我看到了，看懂了啦。哎呀，啊，都死他好不好？啊，这不重要啦，这不重要啦，我的兔子不要死就好啦，快点快点快点。什么东西？没吃的了，今天有足够的食物了。好了，购买了，购买了，购买了，来换我们的狮子狗，看一下哦、喔。
不是，我以为这个是他不准吃的，你知道吗？那只狗快死了，小心动物是你，不要！哦，你是狗，你是狗，你不能吃这个东西。你吃这个。哎、欸，看你吃的比兔子好哎、欸！我的天，你打开这界面三次，啊，就真的没看到吗？眼睛就是这么大颗啊，大大绿。你要干嘛？没事，伤人，出售动物。没钱啊，胡猪，没钱。动物门门票那么贵，五美金还好吧？说到五美金，好了，好降一点好不好？四块钱，四块钱。进度条写过量，哇！你们怎么都看得比我清楚？看一下、喔，这里是不是进度条？你说过量饮食哦、喔？哦，哦，看懂了啦，白痴哦、喔！对不起，我真的很抱歉，我就是那一种，你们知道吗？好，你们都知道，不看说明书的人啊，就是我啊。我真的是来，没有创业总是会有第一次，有没有？就是啊，什么都不懂去创业，然后就赔钱了。购买一辆公交车怎么购买？哦，这个订购更多。买2000赚1000只赔了1000，对啦。你们都懂替我照顾事业哇。完了，厕所是不够多了。好，我有听到你们心声了。厕所嘛，对不对？当便不是。放哪里？在干嘛的？通过选择育种来解锁新的动物。不是不是不是，你太大了，你要放哪里？嗯耶、欸，等，放这里好了。等一下哦、喔，调整笼，改变形状。你喜欢动物吗？你说哪？懂。放置嘛。哇，我们的兔窝变小了，难过。为了我们的繁殖计划，不用。至少等扩地，可是要怎么扩啊？购买土地这边吗？哦，白痴哦，隔壁耶，还太贵，你去你的，10块钱了哎，完，没什么，代言人，还在旁边哦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哦，有变种兔兔了，要怎么买？购买啊，它是免费的呢。哦，不是免费的。哇、哦，啊，能移动都是好事啊，赞呐、啊！哎、欸，我有个想法，我们兔窝可以更大了呢。啊，他妈好吵啊、哦！
只能干嘛？繁殖，选择动物。那就这个啦，确定？你确定？哦，不要！哦，不要！哦，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你不要堕胎！你不要堕胎！你不要堕胎！不要堕胎！哇哦！我想今天是其他，其他的我管他去死。哦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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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嗯。这要怎么办啊？调回来。啊，不然免费好了啦。哦，不，按错。嗯。我大概知道怎么玩了耶，所以下次如果二周目的话，我们可以。是到究竟是哪一只怀孕呢、啊？哦，这只哦，明天再带去繁殖。我发现耳朵真的不一样，这只是母的，这只是也是母的。反正兔子就是这样子啊，真的生很快啊。你真的会觉得你会再打开它吗？其实会啦，应该吧，会吧。你想想看，你看这些兔子都在等着我出现，要这样想我就很难过，难过就会打开它，然后就看看它了。哦，你们好可爱哦。等它生小孩，生完之后我们再来繁殖。不会有动物没有长椅吧？哦，直接完成有，有了吧？可以生了吧？啊，还没吗？不要不要不要！我不敢看。喂养？为什么？他们肚子饿了，快去给我喂。抓紧荷包头，给你两个鹦鹉，一点点微薄的口口。感谢达达，感谢达达，快去吃，快去吃，你们饿了，快吃。哦，饱了，饱了，饱了。欸，生完了没啊？想看看育种。欸，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，那还行吗？欸，好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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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注意哦，管理哺乳期生产期。好，动物园变成实验基地了。什么东西？不是啦，这
这真的是意外呀、啊！怎么养到这边来？我可以没营养，给你吃那么好多，你不准吃这个。不要逼我设成每天哦，要不要免费哦？啊，对啦，刚刚要设厕不设厕所啊？盖厕所。设施厕所。然后盖这边不就完了吗？上来。哦。啊，达达，你关台了、哦。好像讲屁话，没关台怎么还会在这边？我看一下有没有鹦鹉之类的，没有哎、欸。这个是，这是虎狼，不要，我不想养肉食的。还是没有想看这个？一只兔子换一公一母。嗯，啊，咽前气啊，放门，然后添加物品，对，然后有个棒浦，是不是棒浦在哪里？水泵。好，我们去领丫丫回来。回到动物园，这里。是鸡吗？不对，这是路灯欸。移动。这怎么看都像鹅吧？哦，对，鹅啊。呀，要讲什么？他叫我去研究中心啊，研究中心。那、啊、要来了没？这六是什么意思？六小时之后吗？哇，我们要开到天亮了。来，水朋友了，娱乐设施，好，小秋，最近是最大的人池了，你们已经动用到一些兔子的经费了。被他发现了，哈哈。
他参观了拉布拉多的龙，哇，他发现了，糟了糟了，答案是什么？他说生理的问题是暗示我什么？天涯安，等一下，我的嘴巴流血了。不是嘴巴流血啊，就是我的嘴角有痘痘，然后打哈欠还是嘴巴张太开，就是会裂开，就很痛。那刚刚笑太开心，嘴巴张太开，痛，好痛哦。其实今天本来想说开个日麻台是只有兔窝可以参加的，就是兔密码打在兔窝的那个 DC 群里面。哦，好痛哦！有擦药吗？有啊，有擦有擦，调整改变。啊，不是，放置门，好了，就这里。啊，怎么诡异的姿势啦？哦哟，这游戏是什么？好可爱哦。标题没有的话，我置顶好了。游戏指定上面有卖，现在有来特价。10%吧，如何？进展的如何？哎，你们去这边干嘛？没东西回来，这边先补一下，好丑。哎、欸，一直在亏钱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们一直在亏钱。我投资了你的动物园，也投资了你的公司，哦，来了来了来了，空投空投空投压压鹅。哇！啊、又有新的东西要吃了，是不是？来看一下哈，你们吃什么？面包虫、哦，这我可以接受，超双标有没有？这样，吃面包，没吃饱，满意。满意包包，瞬间干爽，满意。订购更多，不是他任务叫我说什么？拥有四辆小型公交车，诶、欸？我会穷死啊！
白痴，我没有要啊，按下去呢哦。哎、欸，你们是对兔子有什么不满意哈？啊，大家都不喜欢兔子、欸，不是我喜欢啊。你说哪里？这里哦。好。哦、你现在不是还没有使用吗？啊，我没使用吗？没有啊，这些都在使用啊。他不给我用啊。应该这是公车的造型吧？你懂吗？已收集100%。他、啊、为什么还在亮灯？你们帮我想一下。没有啊，运作中是3啊。对啊，兔子明就那么可爱。哎，快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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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一个。有人吗？没有人。啊！去真的吗？繁殖管理还有成功率哦！哇，看这很黑心繁殖哎、欸！哇，我明天要改标题了。哎呀，好可爱啊、哦！厕所太远，对啊，我觉得有点远，可是没办法。就像我讲的，第一次规划这种地方，我放哪边？该一个么字形还是 U 字形？厕所放在这里面，哎、欸，好像也是可以的。24人觉得太贵了，怎么会贵？我没有足够食物喂养动物吗？我没有吗？收容所有新的物种，为什么在哪里？等一下、哦，他说太贵是不是？这里吗？繁殖？不是，要这样。哎、欸，他说我设太低耶、欸，哈，不行哦。繁殖中心有需要接到人设旁边吗？位置没差的话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没有吧？他没有说要用啊，等生完吧。啊，我去哪边看我有什么动物？不是。他说我解锁一只鹅诶，还是世界地图有？这里吗？这是蛇，用鹅换蛇啊？要管理下去需要一直养，一直繁殖诶、欸、啊？他换猪了，他要蛇，所以我们要先，看、啊、这是点天赋树哦。我们首先要一只猪。猪要怎么来？要用蛇。那蛇要怎么来？蛇要用鹅。靠不要，就是这样子换，再换这只，然后再换，才能换到这只。在干嘛？选择放置的色龙这里
用。哦，这里。好，木瓜晚安。我想说，一直解锁新兔子，我就没看到道奇兔啊。原来我们这边是领养中心啊。那我觉得这可以这样子一个，把水泵放在这边会不会不好维修啊？因为如果是之前玩那个水族箱的话，水泵要放在那个维修工修得到的地方，员工有没有个维修工？是这样。有没有什么员工宿舍？看一下哦、喔，清洁饲养吉祥繁育。哦，没有哎、欸，那好像真的可以。你这兔窝迟早会塞爆，不会啊？看这边还可以，看到了没有？这边都是天堂，都是兔窝的地。这水泵会坏掉吗？我就是不知道哎、欸，我在想。出生，哎、欸，出生了，追踪，新生儿，妈妈繁殖，坏了哎、欸，你要学狮子叫，你不能学狗叫，会被发现。哎、欸，我还没吃东西啊，我边吃边挂着好了。放了快一小时还没吃欸。料理安安，你的恐怖游戏玩到如何？新生儿，然后怎么这个天气还会有蚊子？出生还要哺乳哦，哦。所以我还要再等两天。等两天。金刚般强大的大猩猩已不复存在了。从被猎杀到栖息地消失，人类永远都长不高。最后一只大猩猩泡泡昨天孤独的去世了。来自全世界动物园结伴者给了一个专家一个希望。刚刚看到那个，最好是可以生出来啦。我要从鸭开始养了哦。哎、欸，他说不够吃哎、欸。为什么？还不够吃？啊，我没有买吗？等一下。白痴，我没有买啊！你快饿死了是不是？啊，我很抱歉，快饿死了。森林大火，你们觉得要吗？来，再来。要不要灭火？五分关投票。嗨，韩文。给啊，哪次不给？啊，韩文不是说要来我这边吗？过来啊！这是你赚你的道德转正的机会，对啊，哎、欸，转一下就正了、欸，
这不是我的道德问题，而是聊天室的道德问题。燕子还活着吗？燕子睡着了吗？哈哈哈！哈哈哈！不是不是，他们现在在那个哺乳，现在在哺乳期，所以排不掉。你总不能小宝宝还在哺乳的时候，你把妈妈把他抓走吧？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投票哦。结束一天调查，我靠，你们还是有良心的吗？哎、欸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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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这么多的两只水豚。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来不及盖啦！哎呦，完蛋了，有两只间谍的间谍兔兔。不是你们喜欢什么？水豚喜欢什么？水啊，热水不是没有水。把水豚移到这边来。不是啦，不是啦，等一下啦，添加物，水，娱乐设施。我看好像有收容所。哦。啊，你是什么？你是鹅？你也是鹅？这边有没有第五只鹅？啊，水豚！哇，完蛋！你们不许，不能过来！我怎么换位置？动物。移动，不用。还有一只，啊，我越来越会了。你是鹅，你也是鹅，这里还有没有第五只鹅？你吃屎哦！
死要钱吗？哎、欸，死不用钱呢、欸。那你吃屎吧。那你干嘛吃这个东西这么贵？你吃屎好了。哎、欸，这次好可爱哦！不然兔子也会吃便便的。哦哦哦哦哦哦哦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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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再加上弹簧床，我觉得有点不妙。他怎么可以跳这么快跟这么慢？是因为弹簧床的问题吗？好像是哎、欸，太可爱了。完了，我们应该要多研究一点吃的了，不然。欸、不行啊，在研究那个之前，感觉会先被饿死。动物食量，是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哦，道德过低，无法建造。我的天哪！多截点吃的，不然我感觉没有钱。管理商店，珐琅塑胶，哦，啊，怎么还是只有卖乐高？昨天游客一个，这么惨哦！我开始意识到这游戏开始要赚钱，我不能再随便挥霍了。今天的利润负1000，我快穷死了。完蛋，我们要倒了哎、欸！我们要倒了，没有乐狗店可以卖汽水饮料啊，对不对？难道我这边要卖棉花糖吗？哎、欸，真的倒的话，我们就关台喽。哪个好啊？我觉得这个比较好哎、欸，你看每天赞助15块钱，跟直接给你1000块，这个一定是长久计划嘛。但是我现在很缺钱，选这个吧。你看，就这个，等一下哦，干，哎，来哦来哦，我们好不容易道德辩证了嘛，对不对？要不要把鹅变成孔雀？要啊。嗨 ，HTP，
还有15分哦，是15号。笑死你秒头！我下次不能安架了，不然一些设施卡在一下正一下负，一下正一下负，做不出来。你说切成鳟鱼形状的牛排吗？好的，没问题。哎、欸，我存那张图哎、欸，等一下哦。知道了，我要存一个小当家的图，这个超适合大家用的，来哦，小当家，好像第三集吧，就这个，韩子，这是那个吉地在做菜做到一半的时候，就喊说。韩子，有没有人想要这张图啊？我想说很有用，就把它留下来。好的，结束意见调查，69%，希望变成孔雀。那请问孔雀会在哪里呀、啊？似乎太便宜了，对不对？我也觉得很便宜啊！呜呼，是孔雀，是孔雀。好实惠，干嘛？太便宜了吗？真的太便宜了哎、欸！哇，这样嘞，太高了！干，我的天，北兰，哎，不是你的屎嘞，没有买到你的大便吗？看一下哦。对啊，看一下哦。是不是离太远了？不尝试。走啊。看一下哦。那好像真的太远了呢。哎、欸，水桶会不会饿死啊？还好啦，因为应该只是还没吃饭而已。哎、欸，不是，都快关门了，你们还没吃到东西，会不会死啊？话说孔雀吃什么？它是鹅哎、欸。营养不够。哎、欸，不是，水桶还没吃到东西。我管啊，白痴！我好像没有管理到。No！员工，抱歉，没有抓到原因的。刚刚说什么？孔雀吃什么？孔雀哦，这
这还不够营养吗？面包好啦，我承认面包不营养啊，那吃这个好不好？满意。啊，多一个。不是你倒是。还是我改在这边好了，然后再盖一个吗？它好像不能再盖了哎、欸，那样、喔。产业特色，问一下。对啊，储藏室只能盖一个，所以我的想法啦是移动到这里。然后门改在这边，这样子。然后这只这只可爱的狗狗改在这里，然后我们还是给它大一点空间吧，调整色龙，改变形状。放置门，这样子，有这只有个，对吧、啊？想说就全部集中在这边，全集中，应该 OK 吧？然后哎、欸，这至少比较好哎、欸。之前玩那动物园的东西，要调一大堆东西，麻烦死了。任务完成。然后，感觉我们家是不是啊？救助。快不够了，多请几个员工好了。他好像不能请哎，干嘛？嫌太贵哦？垃圾太多吗？那刚好是我能管的啊。员工再请下去，哎，我有可以可以，不行啊，啊。他没办法再请了欸，清洁工，对啊，他指派调整员工工资，他态度这么差哦。那可能要倒闭了，就倒啊，倒闭才能关台啊，对不对？嗯，是人这么多，
没有个员工宿舍吗？那我也哎靠，忘记这件事情了。把你的动物移出繁殖，放回栅栏。啊？所以生完了吗？哎呦喂！返回。建造五个餐饮店，好。哦，不要不要不要！哎，等一下，怎么看到一只没看过的？要吗？谁怀孕？这只？哪一只啊？又是你。有你，好，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我们先盖一下这个吧。哦，它这么大台哦，不用。设施产业没有啊，商店。哦，棉花糖啦，白痴哦！买棉花糖就是要放入口啊。如果不要让他们自然繁殖，完全控制，最好的方法还是公母分开养嘛。啊，对耶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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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这我们二周目也不用二周目，我们现在可以分开养了，对不对？选择 DNA 来源。不行欸，为什么？哦，要升到满才行哦，神经病哦。克隆，不是我咳咳，我不知道怎么再新增一个啊！你看员工这边，然后我那时候招募是从这边招募的啊。如果一开始看的话，任务。然后这个研究。点员工进去上面有个标签，点员工进去上面有个标签，这个、哦、没有啊，这只是改那个啊，你要搜寻的对象啊，还是你是说这样子上面有个标签，然后咧啊，哦干，你才有在玩这个游戏吧？你是不是偷玩啊？你是鬼吧？
天哪，这荧幕那么小的东西你可以看那么明显哦，我的天哪，不理你啊，刚刚不是回你安安，是没听我讲话，放这边谁会知道啊，雅思你好猛哦，那雅思你是鬼吧，哎，谁会注意到上面还有一个分类啊，你太猛了，你太猛了，你太猛了，哎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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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看不行，我们已经有一个员工被客诉了，我们不能再供水不足，哪一支供水不足，啊，供水过少啊，这支齁编辑移动，啊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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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水不够喝吗？真的是水不够喝，欸，哭啊！哦，我的天哪，啊！我让你去冷静好了，没理你，拜拜，去睡，晚安，去睡，去睡，这样算理你了吗？有垃圾吃也不够多，不是我在努力了，雅思不要那么严格，拒绝所有人，不是啦，我所以我现在在研究了嘛，我第一次创业不要那么严格嘛，雅思啊，但讲话好像那么用，能源好，能源邪恶。繁殖广告，这是什么产业吗？是产业啊，商店啊，我们来解锁商店好了。拜拜，棉花糖下面在下面，商店。啊，不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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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员工研究边爆米花。啊，不是啊，啊怎么没有？我想要设施啊！你不觉得这样子跳真的很不好吗？来，我们出去再看一下，我们有没有？哎，果然又有！哎呀，不行啊，不够位置啦，不够啦，不够啦，不够啦！我可以救来再拿去卖吗？我仿佛好像感受到我爸在干嘛了，去养一大堆啊！干嘛？这是怀孕的意思啊？就来放生，我好像只有安乐死的选项哎。啊，捐赠啊，可以捐出去哦。哎，营养又不够了，搞毛！等我一下，我看一下营养，我会不够。啊，你们的嘞？你们大便吃的如何？也不行。不是哦。怎么看营养啊？烦死了！来，哦，不能吃屎哦，严格哎。
绿色要更多。啊你咧，你营养可以。你是说进度条的绿色吗？欸，好像是欸。绿色啦，我看一下哦。水豚，看一下吧。等明天。欸，那个被我检举进去的那个，我觉得他会来搞欸。啊，1000块就能持有2000块。娱乐设施，我要更多的娱乐设施设施。这个吗？对耶，等一下哦，园区员工查看，啊，先求有再求好吗？好啦，不用，然后他才一星。哦。我的天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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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吧，先求有再求好吗？查看。不行，我们至少三星好不好？刚好赶走一个三星的。哦，是说动物不够哦。白痴哦。欸，对耶，是动物耶，是哪只动物不爽？你跟我说，这个吗？雅思你是不是有买来玩啊？你是有偷玩啊？怎么那么多？不不，怎么知道那么多？动物，不是，添加物，娱乐设施。Let's go party party all night. 哦哦，我们再看这边。啊，就上面写的，我重复加强给你印象啊。追踪新生儿在哪里？哦，这里吗？管理、收集。欸，完蛋，真的太小了欸。不行了，会饿死，真的会饿死。
员工，看一下哦。子泰，好，然后另外一个员工，这样。肚子这边鹅在走，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你们过来，这边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，你们会被兔子咬死，小心一点。啊，在清大便是不是？啊，难怪不够，白痴哦、喔，难怪会饿死哦、喔。人、欸、家不是养这只的嘞，你在哪里？啊，你怎么在这边？原来饿死了，快饿死了！对哦，等一下哦，员工，嗨。不错啊，是他这一个啊，哎，这是越来越上面了，快看不到他了、欸，老母。而这边很难过冲，我移到别的地方啊。门票好实惠，干嘛要太便宜了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好乱哦！我真的就是最怕就是怕说要雇一大堆动物，他想说全部养兔子就应该还好。谁知道？垃圾，垃圾，我也是没办法啦。清洁工，利用率是啥？再一个吧，我们再应聘一个啦。哎、欸，怎么时间过那么快啊？三点了，不是啦，快三点了。扩充完点啊，水豚右边移，鹅和水豚的门往上转，就能左右扩。我知道啊，当时是想说一个人要顾这么多才这样子啊，啊，现在要这样顾的话，其实很简单的啊。动物那边也要放点垃圾桶吗？没有吧，放进去等一下。来，我们听雅思哦。移动，往右边移。搬来这边好了。然后，哦，调整色龙，
好了，高木社区员工薪薪很高，你是说，你说这个50块一天呢？这个也是吗？而那边两个空洞，没靠腰啊，看真是没看到。等一下，社区员工来了，没有啊，有你就好啊。清洁工，当这个吧。哦，应聘人数这么多，那我就可以嚣张了，有没有？嗯，这不行，这个不行。然后我意识到一点，就是好像越贵人越改变情况。安安，珍惜安安。我现在主要是要先饲养人啊。根据你目前的现金支付了20块的话，啊，尸体的数量令人惊人。为什么有尸体？哪一个啊？啊，这个啦。一定是离职员工去提那个上诉的饲养员啊。我先一个清洁工好了。不是啊，为什么你还没来喂东西？我来了，哦，有人来了。好啦，就你了啦，勿用，是。然后，员工，你吗？那就给这个专心的，啊，不是你，这个吧。啊，手机点错，这个第三个才点对，是不是？啊，你就关心住这里哦。哇，员工支出1500哇，还款日期哦，觉得太贵了，贵你个头哦。安妮出生就生 baby 了，管理
管理。东西。穿插式动物感觉。用蛇跟兔子混合出新物种，还是要用？哎、欸，干！他把头拿下来。好了，这个啦。繁殖。这有在动吗？查看正在交配的。哪一个？又是兔子不够多。好，添加物。我们有新的娱乐东西吗？风水不足。好。哦，干。把哦，不，还不够多，一定是不够大，完了啦，要倒了，要倒了，要倒了，七百了，七百了，七百了。没事没事，开分两边了，等二周目吧，等二周目吧，我再不分你就要被兔子吃掉了，对吧、啊？快，我真的被吃掉了、欸。哎、欸，找到了，就是它，就这一只。哎、欸，不是不是，先看一下它状态，这边的水豚。营养不够，这边呢？营养够，我看一下哦。水豚，水豚，我快被你们吃垮了，水豚。你兔子为主题的公园哦、喔，是啊，怎么了吗？你从刚刚讲话一直有点恐怖哎、欸，你知道吗？没事啊，我是试玩而已，之后再来玩，好不好？下次再来开，如果有再开的话，他说可以用基因编辑器了。过50%就可以玩了哦。哦，添加物，娱乐设施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养不起，不行。
要死了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，真的要死了。我怎么？哎呦喂啊！怀孕了，太快生了，完蛋了。欸、对呢，还要节育哈。哦，对耶。可是节育了就不能生了哎。没事，我其实当时是真的全部只想养兔子，我看能养多大。我当时其实没有考虑要养这些的，懂吗？哎、欸、呀，我开到三点好不好？然后我的面还没吃完，就开到三点啦、啊。明天再看这个吧，这个存档看是要重玩还是怎样，因为大概有个规，已经有真的想要用的东西了。哪里供水不足？哦，不够喝了、哦。嗯，先把面吃完吧。原本想说这很闲置可以挂的之类的，我发现不太行。找到射气球，射气球还可以挂着。燕子睡着没？赶快睡哦，我要关台了。哇，焚化炉哎，哇！在这吧，这个吧，气球垫。哦，有点大。各位要倒啦，我没注意到钱啊，要倒啦。剩下200哦，300，加油加油加油。关台你要去睡了，看着看着就三点了。对啊，我觉得这游戏很恐怖欸。虽然我都爱被雅思教干什么，又没有娱乐设施的谁啊，又是兔子，哎呦真的是，来来来，买买买买买，你们想要什么我都买好不好。来，你知道你们吃饱饱能开开心心，我就心满意了。好恐怖啊，小兔子比大兔子多了、欸，这是最恐怖的地方。当哪天小兔子的数量比大兔子多上四倍的话，就完蛋了。明天会开台吗？理论上会。为什么讲理论上呢？如果我没睡着的话，我没太累没睡的话，就会开。你看这什么恐怖的数字，哇啊，又被兔子吃垮了。我来看一下兔子的吃的饭啊。10块，哦，总成本是10块钱，也不对啊。10+20+23+24，一天要吃24块钱。去哪里？从这边上班哦。
大变态都要清不完。我去，我跟你讲哦，那个那些爱兔浪兔协会啊，他们进去都在干嘛？最主要的地方都在清理兔子大便，兔子大便是太多，就是给饲料，然后洗兔子的马桶，然后很多在刷兔子大便。啊，你刚下班没多久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开多久啦？两个多小时，两个半小时。好啦，就到这边啦。那个这个的话，明天再来看我玩吧。明天可能杰克会玩那个宝可梦，那我可能明天要么等他关台，要么就是一大清早七八点的台，如果我没睡觉的话。但是其实制图只有一个人清的话，我是觉得现实是不可能、跟你讲，现实的话四只兔子真的是极限，然后可以看到人养到九只十只兔子，那真的是很棒，而且都是真的有在养，是那种繁殖的，有结扎什么之类的。你怎么知道三十九只兔子啊？你哪没看到、你在哪边看三十九只兔子啊？为什么你都可以看到我看不到的东西？你有阴阳眼哦、你刚刚选动物的头像，动物头像，然后嘞，我哪知道你刚刚怎么点出来了？没注意，动物。对啊，你的动物。好啦，那就这边啊，到这边啦，感谢各位晚上收看啦，我们明天见啦，拜拜。